证明。怎么证明？托。林小姐，您是有未婚夫的人，不能迟总不在，就这么对你的保镖吧。我给你两个选择，要么你自己脱，要么我替你脱。又不好意思了。现在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如果你不是那个人的话，你这个地方怎么会有一道疤？我不仅这儿有道疤，这儿也有，还有这儿。你们做保镖的身上有几个疤很正常吧？来，你再摸摸这儿。没想到那帮人还真下手。哎，我刚听说你受伤了，我都快吓死了。不是让你别来我房间吗？到时候彤彤看到，他都瞎了能看见吗？再说了，我们仨都这么多年了，就算我在你房间，他也不会觉得有什么的呀。你还是先去看看彤彤吧，他今天吓得也不轻。这个我自己处理。哎呀，我就不，我来吧。彤彤，彤彤，你怎么来了？你的烧还没退呢。雨薇，你也在？嗯。雨薇是帮我拿药过来的。你受伤了？严不严重？没事，皮外伤，都是你啊，身体还没恢复，要好好休息。嗯，芝芝，我来找你，是想让你帮我报警。报警？嗯，我之前跟你说过的，爸爸去世那天，有个人闯进了我的房间，后来被我伤了之后逃跑了。我追他到三楼的时候，看到他掐着爸爸的脖子叫他去死。我怀疑那个人就是新来的保镖周牧，虽然我还没有确切的证据，但是他的声音和给我的感觉和那个人一模一样，而且他有那道疤。叔叔去世之后，我们检查过了，家里所有的监控都显示没有可疑的人。叔叔去世时的书房
当天也没有任何人去过。报警，我们让警方查什么呢？杀人啊！我爸的死肯定跟他有关系。彤彤，我知道叔叔的死你很难过，但是医院开具的死亡证明已经证实了叔叔是死于心肌梗塞。如果真是有人闯进来，我们也没有证据能证明他是杀死叔叔的人的。我的直觉一向很准，爸爸不会就这么走了的。彤彤，你要实在不喜欢周末，我们就把他辞了，我再给你换一个新的保镖。不，在没有找到证据之前，不能就这么让他走了。彤彤，你放心，我是一直站在你这边的。不过现在，你眼睛情况特殊，医生也说了。你那一摔导致了脑部出血，压迫了视觉中枢。你现在该做的就是按时吃药，好好休息，最重要的是情绪稳定，才能让身体尽快恢复。是啊，彤彤，你要快点好起来，这样叔叔才能走得安心。还好有你。不是那个人，但是我知道你就是杀我爸的凶手。我要是的话，眼里失去了光，该怎么去掩饰慌张？
如何能不舍，放是否可。